好啱我啊，係啊，我都係中意唱啲抒情啊慢歌咁樣嘅。咁呢一隻係我揾盧偉良前輩幫我作曲啦，跟住周耀輝前輩作詞啦。咁我覺得個曲風係非常之適合我。咁我都冇事前同盧偉良前輩夾過，但係佢就一寫我就已經好中意，因為即係我就係揾佢就係因為咁咯。可以寫翻你自己嘅作。係啊，係啊。即係我係咯，我比賽之前係一個好內斂、好多恐懼嘅一個人，至到參加咗比賽之後就成個人即係變好咗咁樣咯。所以就要相信。係啦。Benson 咧 ，Benson 有咩諗法？以後出歌嘅話？出歌，我諗都係，如果出歌，我都係想第一首係關於自己嘅故事啦，關於自己嘅心路歷程多啲啦。咁啊，到你咯喎，好快去出咯喎！四月24号，耶耶，拜拜啦！有冇做？講唔講 ？Gotta try， 所以要 gotta try。錄咗音噶咯喎！錄咗音拍咗 MV， 4月24号就派台噶啦，人生第一次啊！所以所有接近40岁嘅女士们啊，只要你有梦想，就 gotta try 下啦。You never know， 真系可以，真系呢个岁数可以成为一个歌神，所以系好有正能量嘅。好有惊喜啊！你就讲咩咩风格啊？系咯，嗰个风格咧。我第一首歌本身係諗住唱啲抒情歌嘅，但我覺得我個人嘅個性係真係好正面、好開心，一Yo What's Up 咁樣，我又想用呢種嘢，即係呢種態度去成為我第一首歌咯。咁啊，所以 Gotta Try 係一首比較律動感、groovy 少少嘅輕快啲嘅歌嘅。Yeah， 大家一齊 Gotta Try 啊 ！Yes。